美丽佳人读者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美丽佳人资深服装编辑关廷玉。今天呢要为您介绍的是夏天必备的一条白色的阔腿裤。觉得想要穿出本季很流行的日式和风呢，建议你不妨先添购一件交金设计的和风罩衫，然后呢在同色系的渲染日子的长裤着于内，外搭白色的阔腿裤以及黑白色的和风罩衫的时候，其实你就会很轻松轻巧地呈现这一套比较日式和风的风格。在第二套夏季的白色阔腿裤想要为大家介绍的是，主要是比较走个性都会干练的风格，其实黑白对比色系是主要搭配的重点。那我觉得会建议你用背心、外套、裤子三件式穿着着衣手肘去打造一个比较正式的穿着。但是如果呢你想要更有一点摩登的效果的话，不妨你看一下特身上的宽版的水晶手环，以及他手上拿这个半月形的黑色皮革手拿包，其实就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哦。夏天就是要运动，不是只有穿无聊的运动裤或是简单的 T 恤，建议你不妨尝试穿顺的 T 恤或者是防风的五分袖外套，内搭一条简单的 legging 和阔腿裤，做一个多层次的反搭，再加上设计感的配件，譬如像是白色的镂空球鞋、厚背包、樱花棒球帽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穿出有型又有款的运动装束。